такой запах насыщенный, солью сильно пахнет. Много соли, да, сегодня много здесь? Поехали. Такой запах насыщенный, солью сильно пахнет. Много соли, да, сегодня здесь? 这个死海就是你直接跳进去 你 утонешь здесь, потому что много соли 不关键游泳妈妈们用比基尼去延迟去死海阳光死海比基尼可不一定不是假的哇哦很漂亮啊老公我发现了这里的空气就是很新鲜很像你在海边似的像那个克里米亚中条山的风直接吹下来是的很好的空气是的 И воздух такой морской, потому что море тоже соленое, да? Да, да. 而且我知道了，这是新鲜的这个空气，盐，油盐，它就是对于胃，好可爱。以前在舜帝的时候，舜帝巡游运城的时候，可以在这里，可能应该在这里看过我们这里的风景，然后会给父亲唱一首《南风歌》，然后你会吗？我会，善才艺。南风之信息可以解无名之怨息南风之实息可以服无名之财息 Молодцы! Очень красиво, очень! Глянь, какое небо! Сейчас пасмурно, не сильно видно закат. Все равно видно, все равно. Солнечно, тогда закат видно лучше. Рожденный оператор. Что? Сиван Малатич. Мама, скажи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пожалуйста. О, так хорошо, вот такими словами. Мама, что? Мама, это шипин ханхао. Сам себя не похвалишь, 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 Да, если я же тонган, я кей цай пьен еще шу.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здесь так прям спокойно, красиво. От разной температуры разный цвет. Сейчас я чушу. Как лоджи, да, лоджи, я вот 照片，哦，你好帅！你看，岩池是郭沫若老先生写的，然后这边就是岩池的观景台，然后我们去了那边，现在这边也在大家看。这个不是，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石头，然后雕刻出来的岩池观景台，大家可以在这里走一走，因为你看啊。 中条山的风这样吹下来之后，夏天的时候这里很凉。没那不不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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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晚上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是ты знаешь, что это не озеро Соли, да? Это озеро. Везде озеро. Одинаково, да. Тихо. 这是我们的那个海鲜。我这是我们的。沿海。行，我觉得这里比银城的一些其他的地区更凉快一些，不管是白天或者晚上。那首先说，妈妈在那边吃狗粮。妈妈在吃морским воздухом。妈妈说。呼吸，妈妈的呼吸，全是盐的味道。天气就不一样了，也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美啊！分析和泡沫看一下。
因为山西确实很大，而且我们山西的变化也很大，山西运城的变化很大。像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滨湖大道，就是从这一条街都是滨湖大道，风景也好，环境也很干净。是的，加上去年跟今年比较一下，也有很多的变化，尤其是路，因为真的是修路太快了，太快了。而且去年的时候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感觉还是在修路的感觉，今年你过去全都是很整洁的，很漂亮。不热吧？你热的吗？热了。不是的，我说你热的。那我们继续逛。继续逛。这里是人山人海，大家应该是很喜欢在这里逛一逛。对，这里和南凤广场是不一样的，南凤广场更多的大家在锻炼，这里更多的是在这里避暑。那我该去那边。那我该去那边。那是我媳妇，是我丈母娘。哦，对啊，哦，丈母娘，哦，是吧？不是丈母娘，好幸福呀，这是真的，我是高贵的小弟位，外国人，是的，我是新疆的，我是新疆的，有点像中国人，这不是母女俩吗？我是新疆的，他的女儿，新疆的，唯我儿子，唯我儿子，是的，是。我们碰到了摄影的朋友，他们俩现在作为模特了。看看我们池身庙的风景，滨湖大道，现在轮不上我了，可能了现在没有时间和我聊天，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盐池的美丽的风景，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山西运城。приветливые, дружные, подходят фотографироваться. 那些叔叔们开始拍照。Так приятно. Все с этой все с ними дружные. Все с этой. Это ребята из провинции Шаньси, они очень гостеприимные, сердце им горячее, они всегда. 到时候我们生孩子的时候，孩子也要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中国文化，尤其是山西的，因为你来自山西，也属于我也来自山西，我的第二个家乡。是的，所以七彩盐湖，魅力运城，欢迎大家最近小岁的学习。是的，结尾有彩蛋哦，大家记得关注一下，拜拜，拜拜，喂，不好意思。